你的伤是怎么来的？我问你的伤是怎么来的？你是不是又做错事情了？又不听话了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全城的官兵都在抓你，所有人都认定你杀人了，快州城你不能待了。 我相信你，你相信我，我们彼此信任，你懂吗？<笑>心儿是说过，心儿和狼崽永远相信彼此。但是此刻，相信又怎么样？不相信又怎么样？你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你的命就不重要了吗？ 走啊！既然有危险，就离开夔州城，离开狼首山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你不必为我留下，你听好了，从此刻起，我和你再无瓜葛。听明白了吗？不准跟！ 是不是？我后悔了，我后悔和你当朋友，后悔把你带下山。你不知道自己是个怪物吗？我怎么会和怪物做朋友呢？别开玩笑了，万一人家要是知道，以为我和你是同伙呢？你要是再不走的话。 你只会连累我，让我受到牵连。你快滚呐！滚！龙仔不是怪物，是人。 守护狼崽，不要走！你别自作多情了。我和你当朋友，是因为我以前孤单，我只是想把你当成一个玩伴而已。 一个狼养大的玩伴，多稀奇啊！多特别呀！我不需要你了，你滚呐！你滚呐！你再不走的话，我就让人来抓你，抓你的狼娘亲，抓你的狼兄弟，滚呐！